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出了这个新的杰诺斯哦，来，这是杰诺斯，听说是超级强的这个攻击手啊，攻击手，超商特卖区，看一下这次我们的运气怎么样哦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划算的礼包给买起来，没问题。我的这个点券好像快不够了，不知道够不够买啊？如果没有，又要储值了。40张，28张。OK， 继续买，我买买买，我买不完，啊，我点券还这么多。OK OK， 还有钱吗？我点券还剩多少？还剩86啊，靠腰。好啦，来。希望这一次啊，老爹可以欧一点哦，欧一点，欧欧猫咪的欧啊，有看隔壁棚的都知道啊。来，给我多一点的觉醒石吧，第一发 ，One Punch， 有没有？哇，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吧？主要是要觉醒时哦，看有没有机会拼一个三绝啊！来，第20抽，让我好运一次吧，老哥！觉醒时，第30抽啦，觉醒时嘞！觉醒时，你在哪里呀？第40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？50抽啦！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怎么这么衰啊？60抽。那要保底，有没有？哎呀呀！第70抽，等于要保底了啦！干！天哪！竟然是拿到进化石哎、欸！怎么这么衰啊？超商，这边有黑券啊，买起来！我是真的很想要拼个三绝的，可是他不给我觉醒时，我根本没机会啊！来，再来！看来老爹要一路黑到底喽。今天的我以昨日以非昨日可比，这谁啊？螺旋修会破，没问题。再来，觉醒石，觉醒石啦，老哥，里面是有没有啊？老是给我一堆进化石。天哪！我都已经几抽啦，继续。看来老天爷不给我机会拼三绝啊！又是今非昔比，螺旋修会破。
快要保底了。又是，怎么满满的进化石啊？它这里面有没有觉醒石啊？怎么那么讨厌啊？我几抽啦？现在才140哦，再来150抽。160，拜托拜托拜托！哎，真的都不给觉醒石哎？难道要我保底吗？保底就只能二绝喽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杰诺斯应该很强啊，我是很想给他三绝的。看起来老天爷都不希望我这么做啊。给不给？又是这个今非昔比啊，螺旋修会破，再来，你至少给一颗吧。啊，哦，有了，终于出啦！干才一颗，继续，至少要几颗才有啊？怎么办？我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耶，我很怕他再给我一颗觉醒石，那我就好像要拼耶，想要他给又不想要他给啊，很矛盾的心情啊，很矛盾的心情哦。我很希望他多给我一颗觉醒石哦，我也不希望他给我一颗觉醒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给了我就想要拼三绝了，很矛盾啊，真的很矛盾啊！抽了满满的小灰婆，好，现在已经几抽了？活动，现在已经250抽嘞，剩50抽哎，再给一颗吧，再给一颗吧，一颗罚金的一颗啊！再一颗，就看你的诚意到哪了，官方。40抽，哇，又给这个，又给进化石，满满的进化石啊，讨厌！剩20抽啦，最后10抽。有没有？在44抽可以取得一个，我看一下哈，现在刚好300抽，来全部领起来，然后图鉴角色觉醒。你看我这个进化石有多少？十几颗啊！我的妈！主要要的还是觉醒石啦，这进化石根本就不缺哦。来 ，You are 杰诺斯，来迎圣灵，帅，好酷哦！OK， 然后前往。哎，这样刚好二绝而已哦，靠腰。这样只能二绝耶，差那么远。想要三绝还要两颗啊！哇，想要三绝还要两颗哎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吧。抽不到，我也没办法哦。先来个四星，
四星好像只能到紫二吧。好啦，后面老弟要自己再慢慢点啦。这个角色有没有必要抽到三绝哦？留言告诉老爹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